我是公共六车站的113年了，8月6号，台中站台中站12:22，末一车是117次，金融发车金融商银行潮州的观光特色版的那间行星人机大号，准备在台中站停靠。然后216是金融发车金融商银行嘉义的，然后8881、2大2小，全都在台中站停靠待毙。然后2016开往台中的920全开车，20发车金融商银行，然后台中的920全开。12:23，好，再来龙岸停靠，3024哦，在台中站停靠。九，安全你二十，光光都是玩三星手表，安全你二十，别逗了，色彩的性能低，加了12:25，8月6号。在台中那停了哦。准备关医生门，17次哦。金融发车，金融三线开往潮州。好，刚刚那是晚上因为是外面的寒江零二四的偏倒腾呀。四号台车新城机站列车，在台中站时留，12:26，8:16。8月6号，在台中站时留，我们自然点。216之后，基隆发车就还有嘉义的，8881，2大2小圈了，我们自然点，拜拜。